斗罗大陆打脸名场面。场面一，这么小的锤子，随便给点教训就行了。你是出事了吗？这么个小锤，给点教训就够了。场面二，我来教你一招，不使用武魂，揍起来会更爽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你是什么人？在这小小的地方见到不动明王，很久没有活动筋骨，想和你切磋一下。动手吧。场面三，这招我学会了，感觉确实很不错。哼，连武魂都不用，自大。不使用武魂抽人的感觉果然不错。场面四，区区魂帝也敢挑战我封号斗罗。魂技精锐反流侠屠龙眼，哼，